Ray TV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。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家牛肉面吃到饱，而且还有提供免费的小菜以及珍珠奶茶畅饮哦。交通蛮方便的，位于新庄的中华路上，公车站点在旁边，下车就到了哦。店门口呢写着"大大牛肉面吃到饱"，让瑞觉得很新鲜。第一次吃牛肉面可以吃到饱的哦。这是店的茶杯，蛮有质感的，比较起很多畅饮都是用廉价塑胶杯或者用纸杯好很多哦。奶茶以及红茶畅饮。自助奶茶的珍珠添加多少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添加哦。加完了珍珠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加奶茶咯。如果你不喜欢奶茶的话呢，旁边还有红茶给你喝到饱哦。口感呢不错，珍珠呢也很新鲜。接下来呢，带大家看一下店内的环境。二楼呢还有座位，座位蛮多的哦，而且整体感觉是相当舒适整洁的。这是他们菜单，今天瑞选的是麻辣的牛肉面。他们的碗很大，相机拍起来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多，可是实际上呢，已经比外面很多的牛肉面分量还要更多了哦。面呢是刀削面使出的，肉呢看起来相当入味及软嫩。面包呢也是让你吃到饱哦。最近大家麻辣真的蛮辣的，我这次点中辣，结果太辣了，一直狂灌饮料。建议大家可以点小辣就好了哦，味道跟口感瑞觉得都很不错。店内环境的相当整洁，服务人员也很亲切，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。今天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及按赞分享，让我知道哦。我将制作更多这类型的影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